Magic Box.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就是爱的迫降降的太大力，变得比较宽的李正赫。我们南北韩啊，现在关系紧张，那些匪谍呢，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渗透进来啊，所以呢，大家都很紧张哦。尤其是呢，像我是一个军人，更是呢要提高警觉。所以呢，那时候我看到有个女人挂在树上，哎，肯定啊，就是南边呢要打过来了。It was terrifying to see her in the woods， 在森林里面看到她，真是吓死我喽。英文里面啊有一种用法呢，就是动名词当作主词的用法。这个样呢，你可能听哦，不飒飒。我造个例句给你看呢，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比方说呢，我们说吃早餐很重要 ，eating breakfast is important。在这边呢，我们就把 eat breakfast 这个动作呢变成了动名词。既然呢叫做动名词哦，它呢就兼具了名词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句首呢来当做主词来使用。注意到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都是使用单数的动词来跟它搭配了。Eating breakfast is important， 注意到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来做搭配。但是啊，有时候这个动作呢讲起来落落长，还没有听到别人讲完哦，都要睡着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请出援军来帮忙了，那就是 it 虚主词了。我们呢就可以使用 it 虚主词呢来代替刚刚我们讲的 ving 动名词那一长串的主词了。但是呢，因为它不是真正的主词哦，它只是一个代理，所以呢我们就叫做虚主词。那怎么造句呢？我们呢可以以刚刚这个早餐的例句呢来改写哦，它呢就会变成 It is important to eat breakfast。 句型呢我们就用 it 来开头，一样呢我们搭配的是第三人称单数的 be 动词 is， 后面呢加上形容词 OK， It is important， 这是很重要的哦。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呢？后面呢我们就加上 to 不定词，再接上原形动词了。所以那么后面 to eatbreakfast， OK， 吃早餐呢是很重要的。It is important to eat breakfast。我们呢可以再造一个例句，比方说呢，这个影视里哦刚来到北方，哎呀，很多规矩呢他都不知道。我叫他别乱跑，很危险的。It is dangerous for you to leave the house， 离开房子呢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一样呢，我们 it is dangerous， 我们呢使用 it is 加上形容词是很危险的。对谁来说呢？我们可以搭配这个介系词 for， OK， for 谁？后面呢一样加上我们的 to 不定词，再加上原形动词，表示呢你做这个动作 to 后面接的这个动作呢是很危险的。It is dangerous for you to leave the house， 离开房子呢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以上呢就是我们 it 虚主词的句型，希望呢你也学会咯。